如果发生山泥倾泻的时候，时间可以停下来。如果世界再没有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，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，每个人都远离斜坡，那就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。现实哪有那么多如果？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暴雨只会越来越多，山泥倾泻的威胁是不可能消失。留意山泥倾泻警告，配合政府紧急行动，冧山泥不是说玩。